你们几个动作快点啊！吉时一到，得进行这个开店仪式了。快，快点，精神状态都好一点。来，快，快，来，快，倩倩。 挺奇怪的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解放前呐，长沙有一个姓谭的厨师，他在长沙呢开了一家饭店，就叫做打马楼。当时啊，火爆的很呐，赫赫有名。啊，记得小时候啊，我父亲带我进去过一次，那菜呀，就用美味两个字才可以形容。真的，直到现在呀，我还记得当年的感觉。 稍等。
连你爷爷和你爸爸都只给他们捧场了耶！你自己事情这么多，还爱心思管别人闲事儿？哎，什么叫闲事儿啊？就算谭先良是别人，他是陌生人，可是现在人家想尽办法抢在我们前面开业，摆明就是想和我们竞争嘛！我们难道不要去搞清楚一下状况？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捧场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生菜。 这三道菜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师父，没人会做。难道是古顺师弟回来了吗？不可能啊！他怎么会跟谭家兄弟开这么一个店子呢？董事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师兄，讨债的来了。 倩倩，你怎么来了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打马楼有几斤几两，敢跟我们力群较量。什么好吃的？倩倩，你慢点吃啊！倩倩，你怎么了？他竟然说。 做会这几样菜，第一个给我吃。味道怎么样啊，许大经理？很好。但是谭向阳不是唯一，我们力群不会输给你的。谭向阳确实不是唯一，但我打马楼是唯一，不会让那个所谓的力群恢复本来的面目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张董事长应该明白吧。 我会把属于谭家的东西全部收回，是我抢走了打马楼，你抢走的岂止是打马楼，还有我爷爷的命。你敢说出来，我爷爷是怎么死的吗？爷爷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哎，倩倩，你别问了，你先回力群去。不，我要知道是为什么，我们跟打马楼有什么关系？麻子。 这中间有误会，什么误会？你敢说当年不是你落井下石，连一块招牌你都不放过，还害得我爷爷走投无路跳河自杀？董事长，爷爷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别动，让我看什么呢？你让他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他的家产到底是谁的？麻子，谭向伟，你还想说什么？行了，你这么多客人呢，哼，我才不怕呢。 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，利群犯贱的张董事长是个什么东西。小姐，快，你要回去。不用。干妈，干妈，哎，快把干净的药拿来。这有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快！小丁啊，快倒杯水过来。哦。你看。 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刚才出去还好好的，怎么成这样了？来来来来来，慢点儿。哎呀，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利群对面开了家打马楼。打马楼，谁开的？好像是姓谭的两兄弟。 姓谭的，哎呀，老张啊，是不是你师父和秀梅他们的后人呢？应该是他们，没错。他们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。那两兄弟啊，
一看见干爹，很不客气的样子。怎么会是这样？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呀！哎呀，只要找到他们就好了啊！爷爷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倩倩啊，这件事情过去很多年了，是非非。 很难说清楚了，我会找个时间跟他们两弟兄好好解释的。我是问你，他们刚才说的那些是不是都是真的？倩倩，怎么跟爷爷说话的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对我。 你敢说当年不是你落井下石，您一块招牌你都不放过？那害得爷爷早就问你账了。你让他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自杀者到底是谁的？老张啊，都2点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呢？ 睡不着啊，四平啊，我想了很久。现在，既然师父的后人出现了，我们是不是把打马楼要还给他们了？你要不怕伤倩倩的心，你就还吧。倩倩，老张啊。 我晓得你对你师父的感情。没错，丽群原来是打马楼，是你师父留下的产业。但是，从你师父亲手输掉的那天起，打马楼就已经没有了。后来公司合营变成了丽群，你在那里再辛苦的做，也是给公家做。直到改革开放，我们自己花钱买下的丽群。 这才算是真正到了我们手上。你为了买利群，掏空了家底，这其中也包括了我的一些积蓄。发展到今天，你说现在的利群与谭家又有多少关系呢？你可以不在乎我的感受，但是现在利群的经理是倩倩，她学的是酒店管理。 他好不容易当上这个经理，有了自己的平台，他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一些事情，有什么不对？你还要剥夺他的追求和梦想？我知道你跟你师父有感情，我跟秀梅也有感情啊。但是倩倩，她可是你的亲孙女。说的不近人情的话。 比起谭家那两个崽，谁更亲？况且我们还欠他那么多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不要说了。我晓得你要说什么。老张，老张啊，我不是不要你跟谭家讲感情，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钱啊，甚至每年餐厅的利润分点红给他们。 这也是种方式，你说对吧？我再好好想一想吧。哎，倩倩还好吧？睡前，我到她房间去了一趟，我看见她的灯还亮着，她一定睡不着，在她的心目中。
你是他最崇拜的人，他今天很受打击，连立群都没有信心做下去了。是啊，一下子多出一个仇人，一个对手，他的心里一定不好受。世强已经跟他做了很久的工作，要他相信你，但是要让他不失望，最要紧的就是你的态度。老张啊，立群已经不是打马楼了，倩倩也不是个不相干的人了，这件事情你要妥善处理才是。我会跟他好好谈谈的，包括谭家那两个财，我也找时间跟他们谈一谈。是啊，是要跟他们见见面了。我就是想不通，谭家那两个崽为什么就这么恨你。我吃饱了，就不吃了，这都是你喜欢吃的菜啊。嗯，没人抢就是没意思。嗯，我也吃饱了。老谭，嗯，有客人来。来了。谁呀？你们是？像你师父，没眼见，还有点像秀梅呢。二老是，我是你爸爸的徒弟，我叫张惠泽。你妈妈没跟你说吗？我是你四平阿姨啊，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老谭，谁来了呀？哎呀，张惠泽。你们还好意思上我们家来啊？这么多年，我们是应该早点来找你们，早点来看你们的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你们去哪儿呢？怎么没有一点音讯呢？你妈妈她还好吗？你们走吧，不想再看见你们。文华，文华，你对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们走吗？你们走吧，我们家老谭这样对待你们已经是很客气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我跟你妈妈是最好的朋友，你总该让我见一见她吧。还见什么见？我婆婆早就不在了。她不在了？那有什么事情咱们总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吧。啊，还有什么好谈的呀？你们走吧。我们去给师父师母磕个头，磕完头我们就走。你就是那个大徒弟张惠泽呀？行行，进不去。进去干什么？我长那么大还没有见过坏人呢。原来坏人就长你这样啊。你说我是坏人？是啊。哼，我爷爷就是被你逼死的，还有我们家的财产也是被你霸占的。我爷爷有三个徒弟，最坏的就是你。你这是听谁说的？文华，你一定是误会我们老张了。他对你爸爸是最忠心的，为了救你的妈妈，他差点把我也搭了进去，这难道你也忘了吗？你爸爸做了他一年的师父，他却心甘情愿
为你的爸爸当了一辈子的奴才，这么些年他一直想的怎么样替你们老谭家照看好打马楼，怎么就成了坏人了呢？四平，你不要说了。不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就把事情说清楚吧。老谭，那好嘛好嘛，你们坐下来，我们把事情谈清楚呀。小爷，这没你的事儿，进屋去。你们二位，坐吧。会做这个菜呀？这是他专门为儿子做的爸爸菜呀。你们怎么还有胆子来我们家呀？我们，小杨，啊，你过来，你给我进屋去。你们给我出去！我话，刚才不是说要好好谈谈的吗？出去！让你们走，听见没有？我话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你们给我听着啊，以后别再踏入这个门一步，永远不要再让我看见你们。老子，我们走走走出去，走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小时了，这你就不晓得了吧？对待敌人就是要势不两立，懂吗？哦。都这么晚了，都回屋睡觉去吧。爸，您跟妈就别再为这事儿烦恼了，这样对身体不太好。哎，是啊，爸，有我跟大哥在，这仇我们早晚给报回来啊，你们就别操心了。有些仇啊，是没办法报的。向阳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你以后再也不许跟那个许倩倩来往。早跟你说了吧，你不听。妈，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。再说，哪怕是有一点关系都不行。还有，把那饭店给我关了。妈，你气糊涂了吧？我昨天才开的张，你今天让我关店，你不开国际玩笑吗？你这，好，
不关也行，换个地方。这，你们都有病吧？啊，都这时候了，你们还要扯什么换地方呢？怎么了？孙老板的钱不是钱呢？你们当过家家呢吧？妈，像我说的是啊，他对这个事情费了很多心思，这而且吧，这两天生意还不错。我说换就换。总之，离张家越远越好。为什么呀？我们离他们远，为什么呀？啊，我们又不欠他们的，我们怕什么呀？我们做我们自己的生意，不惹他们就是了。你不惹他们，他们会惹你。再说我们已经没有启霞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事儿了，回去睡觉去。睡觉去啊！莫名其妙嘛，你。老谭，老谭，我们已经没有新月了，再也不能没有向阳了呀！我晓得，他们害死了你爸爸，害死了我们的女儿，老谭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这个仇应该怎么报啊？我真没用啊！眼睁睁的看见他，却拿他没什么办法。老谭，我想了很久，我们必须离他们远点儿，不能让向阳跟他们张家扯上任何关系。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向阳是他们张家的亲骨肉，是不会放过的。这我也晓得，可是店子已经开起来了呀。我不管，我只晓得向阳是我们用新约换来的，不能让他们要走。那怎么跟向伟他们解释呢？这个店子已经投进了那么多钱，而且这钱还不是自家的。你就说我们不欠人家情，让孙老板自己做。那你怎么早不反对呢？这样是说不过去的。而且你今天那么紧张的把向阳拖回来，我真担心啊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不会吧，我当时就是不想让张家的人看见向阳，我没想那么多。所以啊，得要一个好的理由，要不然的话，向伟他们是不会把店子搬走的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的师峰是不是没死呀？四平啊，我知道你一直接受不了师峰走这个事实，我何尝不是这样啊？可是那天我们俩是亲眼看见他。可是为什么师峰喜欢吃的八宝菜会出现在谭家的桌子上？这个世界除了你和师峰，还会有谁会做这道菜呢？难道你忘了当年我们是在哪儿找到师峰的吗？啊，今天在回来的路上啊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总算想起来了。你想起什么了？你还记得当年跟石峰在一起的那对年轻夫妇吗？啊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当年我们的石峰就是和唐文华在一起，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恨你呢？本来态度有些缓和了，当我们认出爸爸菜之后，他们的态度为什么变得那么恶劣呢？我也不晓得，也许他们是替石峰抱不平吧。
恨他，为什么有我这样一个爸爸？快了吗？你许大经理吩咐的，能不快吗？师傅，帮帮忙卸下货吧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卸货。哎呀，这种事情你就别干了，好歹你也是个经理。还分什么经理不经理的？赶快把装修搞完是最快的。哎，大家把东西直接搬到二楼去。好好好。哥，啊，你走错门了吧？别人女孩子帮忙，我还求你帮帮忙呢。你自己来，我来。倩倩，哥，你再这样，我们不如听妈的话，店别开了，好吗？免得人笑话。怎么会让人笑话？你跟别人女孩子计较，怎么会让人笑话？人家孙老板都帮咱们了，你的好胳膊肘往外拐是吧？知道给你气死。干爹，你又一个人在这喝茶呢，我可都快闲出毛病来了。会有你忙的。哎，您说帮我在那个张家立足，可我看你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。你是责怪我在帮谭家兄弟吧？你就没发现那天谭家的打马楼开张，你岳父差点没憋过气去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着呢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谭家兄弟的餐厅是我出钱开的，没错。不过，他们只是我手上的一张牌。牌？这张牌打好了，我们就不止吃下利群这一摊了。你就放心吧，你的好日子就快到了。说实话，干爹，我都不知道你这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药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我不相信你能相信谁呀？怎么样，许大经理，楼上检查的还满意吗？一些局部还需要调整一下，待我们上去看。哎，我觉得你这桌布选的不错。那当然了，你也不看看是谁挑的。明天咱们加个班吧，把收尾工作做了，后天应该就能准时开业。夜市开了，但依我看啊，你这张小脸啊也该变黄了。这么难看吗？反正你也不要谁看啊。哎，你怎么还说呢？你们是？我们是消防支队的，请问谁是利群餐厅的负责人？我是利群餐厅经理许倩倩，你好。你好。按照规定，餐厅装修要事先向消防部门提交设计方案，你们怎么没交？哦，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这个规定。还好，算你们还有点安全意识，知道请我们过来检查。我们请你们过来检查？是啊，
我们接到你们的申请，所以今天特地过来看看。其实这个检查是很有必要的，从根本上确保餐厅的安全，避免火灾的发生。这个既是对顾客负责，也是对你们负责。是是，那我去拿下设计方案吧。啊，请坐。不用。来，这边看。这是我们设计方案，所有的都配备安全设计，而且我们用的材料都是由厂家保证的防火材料。你能够确定你们餐厅所有的材料都是防火的吗？能够确定。这个东西必须拆掉。我们后天就开业了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这是对顾客负责。如果您不整改，那好，不要开业了。现在我们还要检查一下厨房。李曼，快带他们去吧。怎么办啊？这能怎么办啊？赶紧拆了重做。夏伟，啊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刚想到一个菜，我想先试做一下。哥，不是有什么事儿吧？不会啊，我真的想试做一下，我怕明天忘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收好啊，哎，门都关好。回来了。说了，爱不是说的，是要做的。妈，你哥怎么没回啊？他说要试个新菜，晚点回。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啊？不行，我得去找找他。哎呦，他又不是三岁小孩，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？你懂什么呀？我连学校都没有看。好吧，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对面打马楼装修也没见到消防员来查。倩倩，是不是是他们把消防的人找来的？会是他们吗？应该也不是，他们自己也开餐厅，怎么可能把消防的人找来呢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张世兰。你记不记得，是消防人说我们自己的人把他们找来的？行了。你别想来想去了，现在解决问题最要紧。你明天早上打电话给装饰公司，订一批有防火的装饰材料，我防火的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快回去休息吧，太晚了。快吧，那我走了。倩倩，你要干嘛？我来看看你。来看笑话的吧？不是，我是想看看你胃好点吗？我给你炖了点汤。你的汤我喝不起。倩倩，不管怎么样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事情可以慢慢来。慢慢来，我看你正想我开不了张吧。你还是在怀疑我？谭向阳，我知道你恨厉群，你恨我爷爷，你恨我。如果你想报复，你就堂堂正正的来，你不要做那些下三滥的事情。
就这样看我吗？你觉得我还能信你吗？是，我们现在确实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互相信任、互相依赖了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恨过你爷爷，更不会恨你。你不恨我，你会在我眼皮底下开一个餐厅跟我作对吗？是，我以前没有信守承诺，到丽群来帮你，我一直都很过意不去。而现在又把店开在你们对面，确实给你带来了很多困扰。我真的是很抱歉，但是我绝对、绝对没有想过和你作对啊。倩倩，我之前答应过你，学会做菜后第一个做给你吃，我没有做到。今天这老鸭汤我特意加了几味补血养胃的中药，是我第一次尝试，就当是实现我的承诺吧。谭向阳，我们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干嘛抱他来哄我？我是怕你不太会照顾自己，你就趁热喝点吧。啊，倩倩，来喝一碗吧。向阳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吴总，干嘛？我跟你说的话你怎么就不听啊？我要你不要跟他来往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啊？阿姨，你别怪向阳，是我胃不好，我要他帮我做点吃的。当然是你了，要不是你三番几次的勾引他，我们家向阳不会这样蠢。妈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还护着他？你走不走？不走是吧？你不走是吧？妈，你这干嘛呢？走。阿姨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哎，倩倩。向阳。妈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吧？刚刚好，眼角一点爱。
爱放一首尴尬。